人称江东猛虎的老爹，征战一胜，威震四方，不料却战死于襄阳。我兄弟二人继承老爹未竟之志，护送其遗体从敌方阵地撤退，靠着孙家氏族的牺牲，我等甩掉来势汹汹的追兵，终于成功登船，并向身在远处的亲信发出求援之情。然我等伤势尚未痊愈，却遭众多强敌穷追不舍，未得一刻喘息。父亲的死讯想必会令我孙氏全体陷入混乱之中，但眼下也无暇多虑了，当务之急是把老爹带回家。真是穷追不舍。是啊，是何人所率的军队？放箭！速速营救伯父等人！多谢相助。看来关于您非凡身手的传闻所言不虚。在下庐江周瑜，字公瑾，与伯父有总角之好，情同手足。今闻伯父有难，便日夜兼程赶来相助。眼下形势看来不容乐观，阁下与虎牢关一役的英勇事迹令孙将军与伯父赞叹不已，若能得阁下相助，余将感激不尽。果然还是需要我，包在我身上。小心，若被那火矢命中，定会身受重伤。此处需谨慎前行，避免暴露踪迹。
下武艺，令人钦佩。可预见敌人军心涣散之模样。继承孙家基业，可如若肩负众人的人只知率性而为，只怕孙氏难以长久。然而伯父一腔豪情热血，较之孙将军也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只希望他能改改其色。此物如为阁下量身定制。
有点难办，劳烦你帮忙了。此敌非泛泛之辈，务必警惕。看来对你而言不足挂齿。